是4.68陈奕君，我今天要介绍我的作品《神偷奶爸小小兵》。我的创作方法，以前不管是暑假或寒假，图画作业我想画什么就画什么。这次我想了很久，不知道要画什么，是妈妈上网寻找我们平常喜欢看的卡通许多图片来让我做参考。后来我选择画我喜欢的小小兵，是爸爸教导我要怎样构图，画出表情和动作。怎样配水彩颜色？我的感受，这次会得奖，我要谢谢爸爸妈妈帮我一起完成今年暑假图画。我要感谢福慧老师让我有这次的机会上台表现，谢谢大家。